10분 정도만 기다려. 大家好，我们是六点十八点 C B B 花园组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晚宴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我们对校园感、校园环境感受的问题。学校有不少的地方，因为没有很少人去管理，所以土质差，就打草丛生，看起来不 OK。这些地方有像舞蹈室后面和菜园那一个地区。我们决定要帮校园改造，我们让学校可以变得更美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因为我们想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容同意我们的想法，所以我们需要找学校的老师沟通协调。第二，等到老师有答应我们的想法后，我们就开始把杂草拔掉、挖掉、化解，再进放入培养土，再来混合。同时，我们也有上网找资料，看看哪些植物适合种在我们学校的花圃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木瓜树、苹果树，还有麝香草之类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让学校干净的地方变得更有绿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分享想象。我们希望我们解决后的状况呢，是学校可以变得比较美观，然后充满生机。那这个也可以永续的让你们照顾下去。那我们想了哪些方法呢？第一个就是换土跟松土，第二个就是种植香草植物，第三个就是种木瓜树和金桔，第四个就是美化环境。那我们采用这些办法的原因，是因为土质恶劣，然后种植香草植物就可以防蚊，种木瓜树可以让校园多元化，种金桔呢就是可以使用泡茶及防蚊，第五个就是美化环境，让校园的环境可以再加强。实际我们做了哪些实际活动？遇到的问题离不开我们必须利用老师给我们的时间，以及我们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处理那些离不开的地方。杂草丛生，我们必须利用时间处理那些杂草丛生。原先的木瓜树是学校志工给我们的，所以因为木瓜树没成功，所以我们利用其他的植物来代替。阳光木土是因为学花圃那里的植物的遮雨棚挡住阳光，那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。荆棘果子被拔光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标语。遇到的问题，我们太久没整理，而遮雨棚挡住阳光，无法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。荆棘果子被拔光，是我们没有利用。把土挖掉再放好的土，是为了让植物可以更好的生长。原先的木瓜树没成功，所以我们换成了香草植物的以及荆棘。把杂草拔掉是让我们比较好种植物。原本种的木瓜树是杂草丛生的地方，拔完以后是变得很多。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还没拔干净的，那边是我们已经拔干净的。那我们在执行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是一，因为我们的地点不佳，导致我们在选择种什么植物时深感困扰，因为它那边有遮雨棚，然后植物无法吸收到阳光，所以可能种植物在那边可能都会死掉的几率会比较大。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经验，所以我们起初在种荆棘和木瓜树时，其实都是种不成功的。我们其实是种了三次，第一次呢是我们志工有那
个线口木瓜树来给我们种，但是因为真的就是没有经验，我们放下去的时候它其实都死掉了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组员家里刚好有种荆棘，所以我们就移植荆棘来，但是也是死掉了。第三个呢，后来我们就去林荫店那边买一棵完整的荆棘树来种，那最后就是成功，但是果实都被荆棘面粉扒光了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换土的过程中，因为它土石是很坚硬，然后有大小石头，所以我们呢其实手脚都有被石头割破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有奖征答。有奖了，拜拜。有奖征答，我们第一个题目，我们 DFC 的名称是什么？先从那边排。刚才啊。他很耐心啊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来。秘密花园，对。换中间。我们种植的植物种了几次才成功？放下手，放下，来，一、二、四，还错，一、二、三。经过这次的
小干后，我读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而这次的活动让我了解到中小学历的有那么多的事情。哦，很伤心啊！但是活动结束后，我其实也学了很多关于种植物的知识。那其实我也体验到当一个小学义工是怎样的感觉，也体会到了工友阿姨在帮我们浇水啊、种植物的那种辛苦。谢谢。